乡亲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明，今日进行的讲款是青春变公道单元，然后咱邀请高中生、大学生针对十二月十八四大公道案，做回来用台语来辩论，今日是轮到大学生做了吼。来，要针对着第二十案的这个公道案，主文是：你是不是同意政府应该全面禁止进口含有 Ractopamine 来去多巴胺的乙型受体素、底下靶片、北来以及相关产制品？精彩辩论，咱即阵随来去过。首先来小解正反方，即阵阿明郑秋平是咱的这个西洋古人。一、二、三，家己的古人家己救。大家好，咱是西洋古人。哇，这个西洋古人吼，因是大师大大文系一年的学生吼，即阵咱要好好介绍。正方第一边是瓜乌吉，我是乌吉。乌吉这个字吼，真特别吼，听讲这是跟你这生肖有关系是？嘿，我是秀贝啊，因为吉顶冠有一个草，就代表贝。有足侪草会当食。OK， 所以咱今日个学着是要挂乌鸡，第二咱要邀请到正方第二边是咱的吴学安。大家好，我是吴学安。所以咱要邀请正方第三边吴机关。大家好，我是机关。即阵来欢迎反方是全民开讲 A 队。一、二、三，家己的言语家己叫，咱阮是全民开讲。首先，咱要来介绍讲反方的这第一边是清代台语所叶凯成。大家好，我是叶凯成。第二，咱要邀请反方第二边是清代教科科蔡如婷。大家好，我是如婷。再来，咱要邀请反方第三边清代教资科黄婷仪。大家好，我是婷仪。这是两对正方反的这个介绍了哈，即阵咱要好好来了解这个辩论的这个规则，是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申论，第二部分是自由辩论，第三阶段是结论。咱好好来了解第一阶段是有啥物规则。申论是由正方第一位辩论员先来发表，说落去是反方第一位辩论员，按顺序正方第二边，反方第二边，正方第三边，反方第三边。各位辩论员发表时间是四分钟，未当超过四分半。即阵咱先请申论的部分是正方挂乌鸡，时间四分钟，请开始。主持人，对方朋友，大家好，我是正方第一边。今日我要来大家讲，为啥阮爱反对来滴进口？第一个是台湾食安问题，过去林鸿英的牛奶，佮有鼎新的地沟油。这么多黑心食品爆发，而且已经有很多人把这对身体有害的东西吃下去他们的肚子来了。牛奶、油这款东西都可以做假，我们要怎么相信万一来在进口？市面上管检验合格的猪不是来猪。我知道现在的检验技术还有机器是愈来愈准啊，但时间一久啊，相关部门敢会阁怠慢，无好好监督，才有使用含有来客多巴胺的低值的厂商，煞阁予食安问题阁一再发生。第二个是咱台湾人低值足济。现在看到这個，阮一年爱食36斤的猪肉，而且猪的加工食品佫有足侪种的，亲像肉脯、烟肠，还是贡丸。阮根本无法度确定讲每一项加工过的猪的产地是为倒来的，大家小行。迄卖饭、卖面的，还是做便当的，因敢有拢可能甲你讲，伊用的猪是啥物款的猪？学生囡仔食的营养午餐内底，敢有可能有掺来猪？为着甲物件变较俗的，大家买。
每一个使用来滴的店家，敢会拢老实甲你讲，伊用的是来滴？当然嘛袂，阮就会不知不觉甲来客多巴胺，再去阮巴肚内。安尼累年久未清，安尼累积，敢拢无问题？无人会当甲阮当胸卡挂保证，甲阮讲。来客多巴胺对人体是绝对安全，绝对无问题。就是因为对健康阁有怀疑，阮煞唔敢予来滴进口。目前有足侪间媒体做来滴公道的民调，阮会使看到同意。禁止来滴进口的民众，阁有一半以上。进口来滴这基地是无法度后悔，若是真正进口啊，就可能一步差，步步差，就像来牛共款。阮即马想要反对，嘛已经拢袂赴啊，进无步，退无路。为了大家健康，我应该尽早思考这个议题。感谢，咱这阵要邀请到反方第一边叶凯成。咱就要先来了解讲，这個来剂是啥物？吼，来克多巴胺，伊是一种贝塔促效剂，本底就是要来做啥？做迄下骨的药啊，所以。只是讲伊个效果较歹啊，所以无啊，吼就停止迄个临床开发开所以啊，伊最后伊就无上市啊。后来啊，伊个互人发现着讲，吼，这那是该加添入去迄个动物饲料内底，吼，安尼会当增加迄个精神的迄个蛋白比例，哎，阁会当降低迄个油脂的迄个比例，阁会当安怎，阁会当减少迄个饲料的用量，所以啊，这個。来这哦，变作是一种迄个饲料的加添物。外国国转来，这款药品敢会造成啊，什么款迄个负面影响呢？其实啊，就目前的迄个研究，咱当然确定讲，这过量的迄个来这啊，会对这个精神哦产生迄个副作用。不过啊，也无任何的证据当证明讲，伊会对人体产生迄个伤害危害啊。那咱当然来看清楚这款哦，这是迄个帕美，好，这啊就是。这啊，就是迄个科学甲医学文献的，即一种超的严谨啊。咱那是用这来测目前的资料，对，咱发现就讲哦，现主席的迄个研究文献呐，伊的资料库只有三篇甲动物实验有关系的报告而已，无半篇啊是在做迄个人体实验的。所以讲，目前就这医学文献来看，这讲对人体有啥物伤害？这敢那是无法度证明的。好，啊，过来看甲食品有关系相关的相关的迄个文献。好，根据即个食品添加物联合专家委员会的迄个报告，来这啊，伫迄个人体只需要吼6点真久，就会当代谢72%。好，啊，伫迄个非洲的迄个半衰期啊，只有迄个4点真久尔。所以啊，阮哦。那是为目前所知啊，迄个文献来看，其实啊，并无任何的证据当证明讲，这来者啊会对咱的人体会产生什么款的危害。而且啊，这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啊，嘛已经根据这相关的科学研究来制定这来者的这肉品吼，就这张图来对吼，来对迄个残留标准啊，其实这已经真久了。好，多数的国家嘛早就已经开放。好，来都进口了。啊，台湾也是国际社会的一份子。现实上，咱嘛无可能不爱甲其他的国家来做这买卖。所以，那安尼，咱就应该要安怎？就应该爱遵守自由贸易的精神，甲这规则。所以啊，那照这国际标准啊来开放进口，咱就应该是安怎咧？爱甲这买，也是不爱买这权利，这选择。吼，互人民家己来自由决定，咱毋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吼，啊，拄仔有讲着讲，若是讲吼，即
长期啊，伫个人体人体啊，吼，安尼一直累积，吼，是毋是会造成伤害？所以我咧想吼，即已经知影讲目前无任何的证据会当证明，所以若是讲即可能会对人体有伤害，还是啥？即只是咱家己咧吓惊家己尔，家己咧摇的，因为无证据啊，无证无据啊。吼，啊，另外一部分咧，就是讲，吼，即久嘛已经有即个标准，啊，世界各国嘛已经哦，真侪国家拢是照即个标准咧进行啊，就是开放即个进口甲出口，所以即其实哦是。我感觉是想太多了啦，好，应该是无这个问题，因为无法度证明嘛。好，那过来就是讲，迄个代谢，人体迄个代谢吼，六点真久就会当72%拢代谢去。啊，血浆内底半衰期嘛只有4点真久尔，所以这就表示讲，伊其实袂长期造成咱人体的迄个累积啊。好，我的结论是安尼，多谢。感谢范宏第一遍开场，即阵咱要邀请正宏第二遍吴旭安，时间10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正宏第二遍。啊，大家拢知影，莱克多巴胺是一种瘦肉精，啊，毋过，足少人会去关心到莱克多巴胺对动物的影响，吼。啊，同款，动物的感受，咱是无法度当作无看到的。就亲像最近英国咧讲的，敢会当直接甲活的龙虾摕去煮共款？咱嘛应该来关心着莱克多巴胺，即动物注射莱克多巴胺了的身体状况，尤其是咱上重要的猪仔吼。啊，伫咧即猪仔的动物试验当中咧，咱有发现着足侪猪仔伫咧注射莱克多巴胺了后，有产生着即个攻击性，啊，情绪会较紧张，有缩心、高血压等等的影响。而且上重要的是咱的猪母，吼，这猪母伫注射了莱克多巴胺了后，产生着这伊的卵巢，有可能丢弃安尼，吼，我想这已经有到这动物的议题，有到咱来反对莱克多巴胺的进口，搁较唔免讲咱对人体的影响啊，人体影响的部分呢，虽然是讲一般的人照国际标准食了莱克多巴胺了后，只要卖食了伤济，是袂有啥物影响的。啊，毋过咱有一款风险较悬的人，亲像咱的老人、啊囡仔、高血压的人，啊是有心的人等等。啊，若是讲你食了伤济莱克多巴胺，可能会造成讲头晕啊，啊是讲胸腔窒窒，啊是讲想要吐吼，心脏会无爽快，即款的感觉。啊，第二点我要来讲的，就是回应对方拄则讲的。即个国际标准的问题，咱还阁有一寡怀疑。首先，莱克多巴胺的研究，咱无法度确定讲，敢会对人体造成啥物其他的影响，啊是讲，咱是长期去食着有掺莱克多巴胺的药物，即个肉品，敢阁会造成啥物其他的问题？搁再来就是讲，莱克多巴胺的人体试验，伊的数字，欧盟的即个食品安全局就讲，莱克多巴胺的即、这个。实验的资料咧，敢若六个人尔，吼，六个人，啊，这试验嘛停落来啊，是安怎无资料？就是因为停落来啊，啊，停落来就是因为其中六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吼，伊身体有无爽快，有这缩心的症状来造成，吼，所以这试验就停落来啊，啊，佮加上这资料咧是由负责制作来自美国爱尔兰可公司来提供的，安尼后面就来认定讲这。药物吼是无法度确定伊的安全是无问题的，嘛认定讲即个资料是无法度予人挖苦的。佮再来 Codex 的标准 ，Codex 若是要增加也是讲修改任何的国际标准，拢需要来尽因的专利来达成因的共识。啊，若是除非到真正无法度啊，才会当用投票的。啊，伫个莱克多巴胺的即个议题顶面呢，若是用投票的，而且即69-67的票数。嘛有表达讲，咱对这个议题，究到底有偌大的分歧安尼吼？搁再来上尾啊，我想要讲的代志是，最近网络顶面常常咧讲的，欧盟因为无要让任何掺入莱克多巴胺的猪仔进口，啊，煞去用美国国家 WTO 的代志。这代志的事实其实是欧盟咧做一个利益上的交换，无要让莱猪进口，啊，来有关其他。无掺莱克多巴胺的肉品的进口量，
吼，这是历史上的交换，唔是咱咧讲的天法。啊，既然唔是天法，啊，咱台湾是安怎，无要照人安尼做就好啊。所以讲，我的论点就是，莱克多巴胺伊的资料，啥物拢唔是讲足齐全的。啊，既然伫资料还袂全的进程的情况状况之下，咱阁有疑虑，就来进口莱克多巴胺，我认为讲这是无正常的。多谢大家。感谢正方第二辩吴旭安，即阵咱要邀请反方第二辩蔡如婷，时间四分钟，请开始。好，大家好，今仔日我想要用政府、人民甲企业即个三角形来甲大家开讲来抵制个问题。首先，咱为政府开始，政府伊即马想要阻挡阮个来有含物来抵来。一个低进口，安尼其实是袂使的，因为你要阻挡伊进口，你需要有确切的证据。你爱讲为虾米伊袂使，可能是稳定的一个标准啊，那是超过就会当袂来，也是因为风俗民情，因为宗教，所以阮会当就卖袂来即个来滴。啊，不过阮即马就是需要有确切的证据提出来，啊无就会先像他拄啊玉安讲的，就是。欧民其实我感觉迄是互国际有惩罚着，就是因为美国过伊两届拢是输的。啊，伊讲这其实一个交换，啊，不过我感觉讲台湾其实无遐尼济力量会当甲美国会当交换会赢的迄个物件。啊，过来台湾即马是想要加入 CPTPP， 啊，不过那是阮政府给。今年初的时阵，都已经答应美国的代志。那阮即马若是用公道的方式，就甲伊反悔去，安尼是毋是会影响阮伫国际内底的信用？啊，过来，就算讲美国无伫 CPTPP 内底，啊，不过其他十一个国家会安怎看待台湾？你是毋是即马政府甲我签了一个物件，啊，过了一阵啊，就用公道的方式来甲我反对掉？好，再来，阮想要用企业的这个部分来甲大家讲，其实阮台湾是一个自由贸易的市场，阮应该爱互这个物件互伊自由贸易，因为若是有互惠的，国际面顶有互惠，因都会家己都会买，因为会趁钱都会买啊嘛。好，再来，其实兄弟嘛会当参考。进行基因改造食品的案例，因为政府袂当强制表示讲，即个物件含有来者，啊，毋过企业商人市场遐会当直接讲，我即个物件是无含来者的。安尼过了一阵啊，阮看到人民这边是毋是都会知影，阮消费者爱有家己的选择，所以阮手顶的钱都会使买阮家己想的物件。其实这嘛是足重要的一个议题。阮人民爱知影阮家己食的物件是啥，啊，嘛甲阮的钱开到阮真正想要食的物件。啊，其实人民无那是投票予政府，其实咱手顶的钞票嘛是足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咱即马看这几个图，其实我感觉那是政府都予来滴进口，啊，伊无用法律来阻止，伊其实。第一个会当得到伫国际面顶无拍歹家己的承诺，国内阮看到人民这边，人民伫即摆的机会内底，伊就会当学到哦，原来即马即个世界已经甲以前无共款啦，家己种的，家己食的。啊，不过即马国际贸易的时代，阮需要知影，其实阮食物已经无遐尼简单啦，因为即个世界本来都已经变无共款啦。我爱知影阮家己食的物件到底是倒位来的，这是阮的责任，嘛是阮的义务。所以我感觉反对反来滴，阮就是要反对这个法律的所在。所以我感觉，若是安尼，就会使两边拢赢。所以感觉这是好的。感谢反方第二辩蔡如婷，即阵咱要邀请正方第三辩吴基官，时间四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正方第三辩，拄只对方二辩讲到。咱台湾可能无遐侪实力，无遐侪能力，会使去甲美国交换条件。那安尼，这个来自进口的过程，到底是一种公平主义的贸易，还是一种政治的屈服？
敢讲咱爱摕人民的健康来做交换吗？安尼有价值吗？头拄只，阮的一边佮二边讲，着阮的反对内地进口上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是按佮标志的问题。内地进口了后，咱要安怎确定讲遐个生理人一定会照着规则来标示？毕竟抬头的生理有人做，毋过赔钱的生理无人做。过去台湾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涉案问题，就连咱普遍认为会使信任的大品牌嘛，拢沦陷啊！政府伫个即个部分并无做好相关的审核责任。搁再来，来者对无共款的高风险病的人，拢较会出现一挂不良的反应。会使阮准食个剂量嘛，拢无共，即马并无一个明确的数字。而且即马大家拢甲重点放伫个来者对人体的影响，甚至所附的来者即个物件对动物本身个环境的影响。伫个煮来者了后的猪只，因会产生一挂不良的反应，即会造成因的抵抗力下降。安尼就会和一挂传染病有搁较侪管道会使流入个咱人体内底。另外，国际温准的来者添加量，不管是决定的过程中，还是票数69:67，这拢表现出这个数字安尼是无法度和阮完全会使信任的。那安尼，我这边要补充的部分是，因为要严防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咱即马台湾整体的边境肉品审查率是不足的，敢若有4%尔。伫个今年的8月22号，新北地检署调查到位越南入来的走私肉品，诶，有非洲猪瘟的猪肉，拢已经流入要全台湾各国大小的市场内底，拢已经流入要消费者的手内啊。那安尼，咱要安怎会使确定政府一定会甲这个部分做啊好？这是一个足无负责任的做法。而且伫个今年的5月。政府对迄国军咧食诶物件，煞爆发出因诶产地标示无共款诶一种现象发生。外口标示是台湾猪，但是内包装写诶煞是美国猪。政府对军人拢会使有即种做法啦，若安尼对咱人民咧？过来，阮要。再来，我要补充的是，虽然讲来者这个物件伊是水溶性的，毋过葡萄糖这个物件伊嘛是水溶性的。啊，是安怎伊外口会写讲伊食的量会有限制？药啊，就是药啊，毋是糖啊嘛，毋是饼，袂使一直食。你囡仔只要有食个袂，毋管伊是水溶性的，啊是安怎，拢一定会对咱人体造成影响。再来，我相信社会大众一定足侪人拢对是安怎来牛会使去卖，毋过来猪袂杀的即个部分有足大个疑问。因为来猪食的量是来牛的几啊倍，当食来牛可能无啥代志，毋过来猪去卖了后，做伙若是做伙食落，伊一定是比鱼搁较大个。即安尼对咱台湾人的健康拢是有疑虑的。咱会使确定的是，来者无一定有歹的所在，毋过会使确定的是，来者对人体一定无有利的所在。所以，阮认为即马进口来猪是非常无理智的选择。多谢大家。非常感谢正方第三遍吴机关，即阵咱要邀请反方第三遍黄庭仪，时间4分钟，请开始。大家好，我是反方的第三遍庭仪。好，真感谢前几位辩手的观点分享，提供听众有真侪在思考的点，然后来对这议题更加受到重视。然后，而且嘛有听到讲，反方第三边，正方第三边对政府提出真侪无信任。那以下我先分享咧，为产业面来看的观点。伫个台湾的实农教育已经推行有一阵啊，啊，不过目前还阁无共同的定义。以台湾农业推广协会伫个2016年的定义来讲咧，实农教育是一种强调亲手来做的体验，学习者会使经由家己
生产、处理到煮的这个过程，培养了解食物来源，还有增加选择食物的能力。为社区这个层面来讲呢，食农教育希望推动的是在地食物的观念，发展咱本土的产业。目前的食农教育呢，大致上分作农业、食物还有环境三个部分。啊，不过咧是由无同款的公司部门来承办的。未来若是会当为教育下手，和政府、学校、农场还有企业做伙来合作的话，和消费者对本土的产业搁较侪熟悉、搁较信任，那咱本土的猪肉嘛是真有竞争力的。譬如讲，以这张图来讲，咱本土的猪肉咧是用粉来饲的，而且有经过将近一年的培育时间，伫个品质啊，搁有口感上，拢袂输其他进口的品种。所以咱应该相信消费者是有家己选择能力。开放内地进口咧，是予国内消费者有搁较侪选择，毋是要为难咱本土的产业。而且进口猪肉主要是冷冻的肉，主要用伫个食品加工业。这个部分咧，除了头前有讲过的食品粉的等级，政府嘛会使设计产业标准，予食品加工的业者经过检验，也搁申请了，表示因的猪肉是无掺内脂，予消费者伫个有清楚的认知之下自由做选择。伫个国际部分咧，咱对家己的本土的欧盟猪有信心，咱会使期待政府协助本土的猪农来拍广告，辅导出口，促进公平的国际贸易。所以咧，阮这边认为讲，无禁止内地进口咧，除了对外是一种国际贸易公平，还佮合乎基本原则，嘛是予国内消费者有佮较多元选择。因为咱袂使讲所有人拢是拒绝内地的，譬如讲头拄正方的第一边嘛是有摕着一张图，内底就有讲着讲，其实嘛是有32%的人是无同意返内地，而且目前嘛无科学的根据会使证明讲使用内地是对人体有害的。比如讲头拄正方的第二边有摕着迄六个人的实验，啊，毋过敢有六个人的实验，敢有够周全会使做一种根据咧？而且有真侪国家即卖有制定标准，同意进口内地，是安怎咱袂使予国内消费者有搁较多元选择？从内地是毋是继续留伫台湾市场流通这件代志，交由市场来自由决定咧？以上是我的论点，多谢。感谢啦吼，咱讲到时间的掌握，还有一分钟的这个时间吼，咱讲新闻这个部分，所有的这个辩论员拢已经进行第一阶段结束了吼。咱相信每一个辩论员拢有家己吼辩论的这个特色吼，这是咱讲第一部分的这个部分。但是咱讲第二阶段的部分哦，有个无同款哦，是这个自由辩论，咱哦双方都要结头脑，咱才说讲哦，球弹出去，对方安怎来去回应，这是一件真好看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即阵咱们来小解第二阶段自由辩论规则是啥物？发言的是无一定的顺序，嘛无规定几摆哦，由正方先发表，发言结束了后，随换反方，时间会开始倒算。过程内双方辩论员不断交替发表，一直到任何一方发表时间结束。另外一方由上尾一名辩论员做代表，甲剩落来这个时间用好耍，正反双方拢总有这个六分钟的这个时间。即阵，咱们要邀请正方先开始。你要先问吗？还是我先问？来，咱站起来就当讲话哦。我想要问对方，较早恁讲，阮会使自由买卖，互大家选择。是要买内地还是唔免买内地？但是我知影应该有足济民众无想要买着内地，但是就像我较早讲过，路边摊买便当的，伊有可能使用着内地，那呢，遮无想要食着内地的民众要安怎处理？来，范宏。其实，伫阮头拄仔讲过诶食品群内底诶即个系统内底，阮都有，毋管是所谓进口食品，未来诶时阵，都已经为政府遮登记过啊。伊到倒位诶所在，其实阮农委会、财政部、经济部、环保署、甲财部部，拢有迄边拢已经有检验过，所以迄猪肉到倒位，伊拢是知影诶，所以。
你讲，头拄仔讲啊，若是较细个店啊，无法度甲你每一个表示清楚要安怎。啊，毋过阮个猪肉大部分其实拢是入去食品加工厂，啊，到食品加工厂了后都无问题啊，因为伊绝对会表示互甲你表示甲足清楚个。范宏，我讲问一个问题哦，就是台湾猪仔个即个大纸啊，只要几啊十块就会当摕到。拄只咱个三边嘛有讲，即个国军个外表是台湾猪，啊，毋过内底煞是美国猪个即个代志，就是想要问讲，咱台湾猪个即个大纸几啊十块就会当买到，就会当真简单就讲，甲咱人民欺骗啊，即个问题是要安怎解决？即个问题的话，因为阮其实袂当用迄一撮无查到的所在，就讲即个规个系统伊是唔对的。因为其实咱国家伫这网站面顶已经写甲足清楚，伊的来源，伊的去倒位。所以那是无查到的所在，阮袂当袂用迄新闻报出来一撮的物件，就感觉这是全部的物件。啊，阮其实爱对阮政府有一寡信心，因为即个网站内底资料真正足详细嘛，做甲足好诶。阮嘛想要对政府有信心嘛，问题是规定写甲较清楚着，毋过伫咧过去台湾嘛发生足侪食安问题，都牛奶粉跟米香油规定拢写清楚啊，若是遐个工作人员有去遵守，特别有即个代志发生啊。那安尼，伫咧内地未来进口了后，咱到底要安怎去确定讲，因有法度做好相关的审核？就算规定真清楚啊，毋过嘛是无一定会使把这件代志做较到。其实这是有一个年代的问题哦，因为这个食品粉是都是因为迄阵的食安问题、牛奶啊，也是其他的阮食面的问题发生了后，政府才开始做这个代志，所以伊到即卖的时阵已经有较进步，已经做甲足完整啊，所以其实阮会使对伊有一寡信心。那安尼，政府伊答应大家民众讲，因会甲边境的管理做啊好。毋过伫咧今年的八月，边境的肉品审查率煞敢若有4%，则下非洲猪瘟规个拢流入要咱的市场，大家消费者拢已经去买着迄个物件。今年八月发生这件代志，即卖才12月，4个月尔。阮要安怎会使相信讲政府会使甲这个部分做较好？好，这个问题其实我感觉是真简单，因为迄是走私。走私的问题，这就不是政府讲啊有管理，也是无管理，因为政府是有管理的，不过别人用走私的方式入来，啊，这咱是要哪懂的？所以这其实用牵涉到去管理的问题，那是讲应该先讲，领会管理，伊拢有可能会出现一寡坑起，让人会当软。所以讲，咱袂当因为讲啊，我就是惊讲，食物件啊，反射的红也假掉，后来就讲啊，我咱就卖食物件。袂当安尼嘛，所以讲，这其实不是制度问题，这其实本对就是管理的问题啊。好，较多恁讲，阮只要甲肉品漂洗好，阮就会使选择，即个肉是阮想要选的。但是有一款民众，伊就是无法度甲字看好势，因要安怎好好选择，因要爱食的猪。也看清楚，也产地是位倒来。即卖的标识内底是倒一个来的猪肉，伊的标识。啊，不过阮袂当标识含有来者猪，是因为迄无关安全甲健康，所以阮袂当强制政府要爱因强制标识。好，过来，即来猪的问题，其实是人民爱拄到这个代志了后，因才会去思考家己咧到底食物件。因为即卖这个世界真正甲较早都家己种家己食的世界无共款啊。所以到这个时阵，既然有这个问题，都应该放出来，互大家来了解。这才是食农教育的目的。恁爱知影到底啥物物件是倒位来的？这其实对阮即卖这个世界的消费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志。范宏。但是有一寡老人，啊，佮有一寡高血压的人，因是
百万人。哦，高血压有500万的人，啊，因可能就无法度家己看好，啊，安尼因就可能诶有危险，食着来滴有危险。有吗？你有问题我要问哦。黄宏。啊，头拄一直有正方有一直提着讲无法度看好清楚这件代志。那我感觉这件代志应该是要为教育来做起，或者是讲，伫咧表示的部分，无一定是用字，嘛使用图。譬如讲，咱的牛奶啊，还是豆奶，是毋是有经过基因改造，拢是有用图来表示的。那安尼就会使更加清楚的，让大家识识到这个物件的表示有够清楚安尼。另外咧，就是感觉即马这个问题，敢那毋是伫咧内底，是毋是进口，是咱教育的问题。那既然要把时间开伫咧这个所在，是毋是会使直接转去甲大家讲，或者是经由今仔日安尼论辩了后，互大家搁较清楚这个议题，当然这是即卖问题点。好，拄只反方的三辩有讲到这六个人的这个气焰啊，是无算是一个气焰，就是因为六个人的气焰。资料太过少啊，所以咱才认为讲莱克多巴胺伊的资料是无法度予人信任的。就亲像美国的 FDA， 伊有认证着咱的疫苗，啊，佮有即个莱克多巴胺。啊，毋过莱克多巴胺的试验数字敢六个人，啊，疫苗是几啊百人、几啊千人、几啊十万人咧做的。啊，即个数字的差别，咱就知影即个资料是无法度予人信任的。宽宏，好。对我讲啊，真好，就是讲即个问题，毋过吼，爱记一件代志，就是迄来者是啥物？来者伊本底就是好，迄个下骨的药啊嘛，伊本底就是要互人食的药啊，只是讲后来发现就讲迄个效果较歹，或较无样好，无遐明显，毋只讲后来无上市啊，所以伊本底就是要互人用的啊，啊只是讲吼后来发现就讲，伊若是用到迄个精神顶面，吼精神或精神来食。啊，真心诶，伊就会比上百较侪嘛，所以后来毋只变做成吼，食品，毋是食品，迄个饲料诶添加物，添加物，吼。所以讲，你拄仔讲诶迄啊，迄六个人诶迄个实验，迄应该是后来代志，而且迄你嘛讲，迄就是迄厂商吼，伊家己就是迄较有关系迄做诶嘛，所以本地迄就较无好多互人信任啊。我拄仔有讲到，即马大家拢甲重点放伫个来济对人体有啥物影响？毋过来济拄煮个猪食内底，除了因个瘦肉会变侪了，佫较侪是因个副作用，伊会和猪食产生足侪不良个反应。那安尼，即就会和猪食个抵抗力落降，即背后带来传染病个风险，安尼敢是无要紧个？目前台湾吼是禁止讲吼摕这個来这来饲猪的啦，所以讲你讲迄个问题，其实应该毋是咱台湾会拄到的问题才对啊。多谢。健康代表，要说是他们喂，所以他们会传染病。来，请讲。毋过当遐个猪仔入来了后，咱嘛是会使食着，这嘛是搁当个边境管理的问题，咱啊敢有法度去调查出？因的身上是毋是有一挂传染病？因为即摆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足侪人力拢已经走去刷迄边去啊！即摆边境管理的能量是完全无够的。对啊。好，你阿你讲当然嘛是有道理，毋过这甲内这的关系是较无遐尼直接嘛，因为这就是啥物物件拢有可能是，这毋是内这的问题啊！哦，多谢。正红。啊，拄仔恁讲，咱台湾即马加入 CPTPP 是一个足大个问题，但是，新加坡因加入 CPTPP 个时阵嘛无进口来滴，为啥阮一定爱进口来滴，才有较侪机会加入 CPTPP？ 因为阮即马是已经答应。美国啦，所以阮即马是袂当反悔，毋是一定爱来滴进口才会当加入 CPTPP。这是咱的政府决定的，毋过伊并无经过咱人民的同意。阮就是因为了解即个议题了后，
有去了解过这个议题，才会知影讲来这这项物件是毋是会对咱有一寡慢性病的人有无共款的影响，所以阮才会对这个政府的决策做出一种怀疑。你讲到，阮人民无答应政府讲要会当来滴的进口，啊，不过我想请问，政府要做每一件代志，拢爱经过人民的同意吗？咱咧，迄个时阵咧投票吼政府的时阵，是毋是都有授权互因要安尼做？啊，无一旦物件拢要问阮，安尼人的成本敢会伤高？当然毋是讲逐件代志拢爱问，不过这件代志伊关系到是全台湾人民的身体健康，政府做任何的决策以前，一定是人民的健康优先，再来则是一寡利益的交换。就参像来牛去卖到即马，已经定型啊，阮想要反对嘛是真困难的代志，无法度去回头啊。好，拄仔讲真好，也好啦，就是讲这是咱诶健康的问题，所以表示讲这个问题，伊本对就是一个专业的问题。哈，既然伊是专业的问题，就表示讲这就应该是安怎，就是应该爱让专家来评估啊。啊，人民毋是专业的人士，是安怎人民会当去做一块决定咧？那是讲你大项将专业的问题全拢爱人民讲诶公投，公投啊，才会当决定来。时间换正方。你拄则有讲过，这是专家的问题。啊，不过你拄则第一部分的时阵嘛有讲，咱无半项对人体健康的这個报告通啊参考。啊，既然无通报告通参考，是安怎咱袂使对这個萊克多巴胺有一寡怀疑咧？时间结束了吼，非常感谢两队啦吼，伫咧自由辩论者，咱当看到讲真正吼一来一往，真正有够精彩啦吼。虽然头拄啊看起来有小可较紧张的这个所在，但是随会当吼啊变换一个情景吼，随时咱讲吼啊这个自由辩论上精彩的这个部分。第二阶段已经结束，即阵咱们来进行第三阶段是结辩。咱小解规则是啥物？由反方先派辩论员来结辩，再由正方来结辩。时间是四分钟，袂当超过四分半。即阵咱们邀请反方结辩叶开成，时间四分钟，请开始。好。都有讲，即人民唔是专业的人士啊，所以即句用即全民公投的桥段来决定即个题，其实这是真奇怪的代志。爱知影讲，咱是民主的国家，唔是民粹的国家呀。所以讲，把即选择权利交予人民，即当然唔是讲政府歪把即责任担起来，唔是。即点都其实是在实践人民当自由选择的民主啊。好，那过来就是讲。既然咱希望讲哦，咱政府就是爱为这来做悲观，好啊，人民来选择讲家己是要食，也是不爱食，好，所以这就应该安怎，就是伫个教育的时阵爱实施迄个实农教育，让人民才会个当清楚知影讲家己爱选虾米来食，爱这物件是为倒位来的啊，即个这个对啊，大家拢知影，其实嘛是一种宣传的迄个机会啊，所以讲吼咱应该就是爱互即个物件吼，哎，法律吼，就爱甲伊开放吼。啊，若是讲人就是进口了后发现讲啊，即物件就歹卖，因为即个国家的人民就无爱食，那伊就安怎？伊自然就会互市场的机制互淘汰啊。所以咱根本就免惊吼。那嘛是就拄啊讲到迄个是平衡呐，是平衡。即政府啊入来的时阵，物件入来的时阵，政府拢有咱的这把握。悲观呐，所以其实无迄个啥物飘事啊，这人民无清楚的问题，其实是袂啊，这拢查会到的物件。好，啊，再来就是讲，当然啦，这任何的管理拢有可能会出现迄个空隙，啊，就互反就讲，可能就是有通软嘛。不过啊，咱即久应该爱做，毋是讲啊，就是啊，这有可能有这问题啊，就话，毋是啊，应该是爱甲这個制度吼，来设计较好势，好，而且啊，确实该。执行啊，唔是讲啊，难免有即个空啊，所以有啥物代志拢不爱做，啊就通全拢家禁止啊。其实太唔是即款态度。好，过来就是讲即个科学证据啊，虽然讲啊无法度证明讲即个来者啊对人体无害啊，唔过啊嘛无法度证明讲伊就一定是有害啊。所以讲啊，咱就应该爱有一种精神啊，就是一分证据，设一分威啊。所以讲即。
上基本的科学精神，咱就应该爱有。好，除非咱有摘掉啊，有法度好证明讲伊确实啊是对人体有伤害。啊，这伤害到底是到多位？好，这伤害伊到底好是爱偌侪量在造成咱迄副作用？咱就应该爱有这科学的证据，好来证明啊，唔是讲啊无证无据，啊就。都全拢个禁止，咱讲袂过啊。好，啊，再就是讲，咱唔是咧，阮啊，阮唔是咧支持即个内底进口。咱啊，阮啊，嘛无咧鼓励讲爱食迄个内底啊。毋过，阮啊反对，吼，伫个欠缺即个合理论述，甲即个合理个迄个证据个支持啊，就无来由个禁止即个内底进口。咱反对是真嘛，所以讲，这个实验，那是讲哦，您感觉就讲，这一定是对人体有这个伤害，那就应该是爱把这个实验的迄个结果提出来，好，大家知影讲啊，确实有影是安尼，唔是讲啊，即久就无这个实验啊，嘛无这个数据会当支持，就讲啊，这就一定是歹歹。其实我感觉唔是安尼，所以哦，这个实验是真重要的代志。啊，过来就是讲，咱吼，台湾呐。在食猪肉的这個比例啊，真悬呐，非常的悬。所以，咱本地就有这材料，应该是有讲有这吼理由，甲迄个美国谈判啊，就是讲啊，咱就是吃遐尼多，所以这就是一定要悲观，一定要非常的严格，吼，这是一定的。啊，过来就是讲，咱的这畜牧业嘛，非常的迄个优秀，迄个竞争力嘛真高，所以咱也是。有影烦恼讲吼，即个本土的产业会产生即个负面的影响，来政府就应该爱协助即个本土的畜牧业，吼，伫台湾市场徛好在，而且过来来外销出去。啊，到时咱再看讲，即个猪肉到底是谁买好谁，消费者就是拍破即个巨人的迄个代。时间到，感谢范宏吉辩叶凯成，即阵咱要邀请正宏吉辩吴机关，时间四分钟，袂当超过四分半，请开始。拄啊，对方讲，因为咱台湾食猪食足多，所以咱会使甲对方谈判。毋过对方疑辩讲，咱台湾的能力无够，并无法度甲美国去做任何的谈判。那安尼，即个讲法是毋是伫咧中央有造成足大的矛盾？再来，人民毋是专家，毋过专家这部分并无提出讲，来做即个物件对无共款高风险的人的标准到底是安怎？现在看到的标准都是针对一般的人。我们反对来猪的三个重点，第一个部分是最重要的，就是食安问题。台湾的食安无法度让人放心。过去发现米香油跟毒牛奶粉这件代志，都表现出台湾在这方面的控管有严重的不足。再来是来自对动物本身的影响会很多。无同款的传染病有机会好留给要咱人体，这真的是目前社会上其实拢去用疏忽到的所在。第三个部分，台湾的民调目前看起来，上无阁有一半的人是反对来猪进口的，这就表示讲来猪这个物件对咱台湾人来讲，阁有淡薄仔生分，唔是讲足了解。第一无。官督共识的情形下，不管是前任还是后任的总统都一样，他没经过人民的同意就自己答应说要让来猪进口，我感觉这是一个在民主的社会很不好的做法，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我们不是永远都反对来猪进口，不过在目前边境的管理遐尼啊不足着，佮有疫情的关系，咱应该要等台湾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后，再佮进口来猪，安尼才是对大家拢好的，嘛是政府对人民会使负责任的一个做法。而且拄只对方有讲到人民会使自由选择，当然会使自由选择，毋过迄个部分敢若是伫。低价的原型，咱看会到的，有足侪加工品、烟肠、肉干、肉酥，这个物件，咱拢是无法度去看到的。可能加拿大个美国原本的美猪，因的介绍可能是比内地个较低，无唔对。啊，唔过你
美猪佮加拿大的猪，即个部分伫个咱台湾占的数量并无多。恁若甲内地的介绍客佮台湾猪比，你就会感觉低足多。内地的介绍是一斤七十外块，毋过台湾猪是百外块。伫个全台湾加工品需要的量较侪着，伫个美猪佮加拿大的猪拢用刷了，那安尼请问大家遐个生理人是会去选择？介绍较少的内地，还是讲介绍悬的台湾地，这个部分是咱会使去怀疑的所在。而且我感觉讲内脏这个物件，虽然是无一定对人体讲有偌大的损害，不过为一寡资料看起来，伊会对一寡遐高风险的人造成的遐影响，这是咱爱去。做一个政策必须爱去了解，爱去做一个搁较全面的审核了，才会使核通过。多谢大家。好，非常感谢。这个五机关吼是正方结辩这部分，咱三大部分已经进行了啊吼。即阵咱要好好来请教吼，为家己拍一下分数一下吼。咱先来请教吼，这个台文系吼，台师大台文系一年的学生，甲家己拍几分？许安你来讲好啊，拍几分？60分吧，六十分哦，你遐谦虚哦，表现得袂歹吼，敢若讲六十分吼，但是咱请到这边，甲你拍几分？我家己85分好啊，85分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大家拢总真将才啦吼，啊，伫遮嘛要请教着，因为咱讲台师大台文系吼，一年的学生今年可能是恁头一摆来登票，是毋是安尼？啊，对公投案的，咱先请吴志公投，你的看法，要哪来去思考咧？我是感觉吼，来滴这公道，我一定是投唔同意。OK， 家己会投倒来滴。我一定会投同意。我卡多讲唔对啊。OK， 来晓安。我家己是无虾米影响，啊，不过核能的这個问题，因为阮阿妈家，阮阿妈迄，因家就伫咧核能工厂的边啊，所以核能的这個问题，我会。加加去关心，是啦，无论是核能吼，每一个议题大家拢啊好啊吧，来机关。各位观众朋友，虽然大家对公投的看法拢无同，不过这是予咱大家人会使表现出家己的意见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我希望讲，不管恁是同意还是反对遐个议题，请大家有闲拢一定爱返个故乡去投票。Okay， 感谢大家，感谢机关哦。即个咱邀请开成吼。可能不是你头一摆投票，但是公投咧。公投我感觉我袂同意。OK， 你袂同意啦吼，不是讲要无同意，无那个同意啦吼，就是讲你对公投啦吼，嘛是人民做主代表，今仔咱辩论的这个心声啦。过来请教如婷。因为这嘛是我第一届投票，啊，不过我感觉每一个议题我拢爱搁较去家己了解，我才会做我的决定。是，想要请教婷宜。这不是我头一届投票，啊，不过咧，我是感觉讲，就是，经过这届比赛，我会使对公道这议题，我搁较重视，然后嘛，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会使登去投票。有啦吼，头拄仔讲这个65分，这个85分啦吼，啊，60分啦吼，85分，但是咱讲哦，透过今日会当思辨的这个空间吼，咱真正会当好好去认捌着讲每一个公道案主文，伊到底是咧讲啥？过去咱讲哦，有这哪里立场的这部分，但是伫遮咱拢是吼，甲这个数字展现给观众朋友来看，啊，用着上这个正确的这个理路来和大家来做辩论吼。今日非常感谢这个台师大吼青春少年兄一年的学生，也冒咱这专门开讲下队吼，即阵咱要好好邀请来甲咱头前吼，啊，手一下吼，即阵咱邀请吴志来，感谢，多谢，感谢。感谢开成，多谢感谢咱的秀安，多谢感谢咱的朱婷，感谢机关，多谢感谢婷宜。有影吼，咱讲台语的这个书本，你爱靠恁啊吼，非常感谢咱徛到我嘞吼，多谢感谢咱向观众朋友说多谢，多谢感谢。有影赞哦，来，佮这个对方，这个恭喜一下，不是恭喜啦，咱讲感谢一下吼，感谢。这个辩论的这个场所会当让大家理路搁较清楚一下啦吼，专场真正好听啊！这一年啊，少年兄真正赞啦吼，有影。好，咱等下就搁看头前，甲观众朋友说一下。